智慧树 Party 开始喽！这是一个 Party， 快乐的 Party， 和朋友一起快乐的 Party， 我们很开心。是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一起大声说你好，你好，一起快乐伙伴。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智慧树宝贝二加一。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咕噜咕噜，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咕咚。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树乐园。给出的动物图片，找出图片里没有的部分，将动物补充完整。答对最多的宝宝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好的，我们宝宝闯关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准备好啊！来，我们来看第一题，我要开始亮出第一道题目，请看这是什么动物。开始寻找，快快快，加油加油。好，黄队宝宝先完成，我们来检查一下是否正确。好，没错。来，黄队宝宝先别走啊，来告诉我这是什么动物。斑马。它身上有哪两种颜色？白色和黑色。好，回答正确，恭喜。下一题，小朋友仔细看好，1、2、3，寻找。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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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当仁不让啊！我们来看一看是否正确的。
好像不对呀、啊，小朋友，继续寻找。加油，加油！那里的那个卡片一半的那种腿，好像都有的都差不多，所以有的都挺像的。有些小动物非常的像，容易混淆。哎，回答正确，找的正确。好，来，小朋友告诉我这是什么动物？公鸡。公鸡打鸣是什么声音？不会啊，不会啊，我来教你。公鸡打鸣是哦哦哦，是不是啊？啊啊啊！哎，是的，好，公鸡打鸣错。来，我们来看下一题。一、二、三，开始。好，家长不要提示啊，看看小朋友能不能迅速发现。哦，是这个动物吗？好，给我吧。动物叫什么名字？火烈鸟。火烈鸟非常美丽的一种动物啊，这个腿呢又细又长，是什么颜色呀？粉红色。啊，有一点粉红色啊，非常的漂亮。好，正确，恭喜你。小朋友，看好下面这种动物是什么？开始。加油。哎。好，我们来看，检查一下，蓝队的小朋友找的是否正确啊？没有问题。好，来，蓝队的小朋友，刚才找到的这种是什么动物？长颈鹿。它的什么部分最长啊？脖子。脖子，所以是长颈鹿啊。好，非常正确，恭喜。看好了，小朋友。哎，开始。这是个什么呀？我们先看是否能匹配呢？哎，好，来，到我身边来。过来。这个是什么动物？你觉得？鸭子。鸭子是怎么叫的？嘎嘎。没错，小鸭子是嘎嘎的叫啊。好的，你找对了。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个题啊，会是哪种神奇的动物呢？我们的动物好伙伴是谁呢？哎，开始。看来不太好找啊，小朋友。好，最后这个，告诉我是什么？不太知道。不太知道。你不认识这种动物吗？你也不认识，你认识吗？鸵鸟。好，你过来。嗯、这种动物是什么？鸵鸟。鸵鸟。我去动物园看过。那么蓝队的小朋友虽然找对了，但是他没有说出这种动物是什么。但是按照我们的规则，并不要求非要说出是什么动物，只要找对就可以得分。哎呀，太开心了啊！这种是鸵鸟。宝宝闯关这个游戏环节结束之后，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位宝宝他们的成绩如何吧。
天上的星星，一家一家亮晶晶。我许下的愿望就像一颗水瓶，汗水伴着我一步一步往前闯，也常会有泪水在前进的路上。心中的小梦想一闪一闪在发亮，穿越年少的迷茫，我会变得更坚强。心中的小梦想一天一天在成长，编织我一双翅膀，我会看到那最美的光。根据主持人给出的题目，用肢体摆出相应的数字，猜对最多的家庭获得五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三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两颗智慧星。好的，到了我们亲子大比拼这个环节了。首先红队家庭做好准备啊，你们的计时开始。不能提示啊，大朋友不能说。哎，这个应该是一个十位数，是多少呢？十几？十二，确定吗？去看一看。再给你一次机会，别说，家长不能说啊。十几？确定是十二吗？还改不改？不改了。改吗？不改了，十二。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噔噔噔！哎呀，其实挺明显的，是十七嘛，对不对？这个角没有弯。好，没关系，来抓紧时间看你们的下一道题目。好，哎，这个很简单吧？是多少？十一肯定是对的，我觉得。噔噔噔！回答正确。好，来看下一题。爸爸说完了。我要尝试一下吗？尝试一下吧。其实我觉得还挺明确的啊。多少啊？几十几啊？你觉得是？十七。我们来看一看。37。妈妈这个手伸出来了啊。好，还有一点时间，看看你们能不能够完成这一次的这个，哎，正确的，啊。爸爸，这是一个立体的数字啊！我的天哪，我都没……啊，又变了！你太善变了啊！这是多少？八。不，这一看就是两个十位数。好，五、十八、三、二、一，好，看一下正确答案。啊，好了，可以起来了。我也觉得你摆的是十八呀，还是一个立体的那种啊，姿势非常的漂亮啊。哎呀，我觉得红队最大的亮点可能是爸爸的这个比较婀娜多姿的这种造型了啊。感受到快乐就好啊。答对了一道题，来为自己鼓鼓掌。好的，下面让我们请出我们的黄队家庭。好的，我们的黄队家庭也已经做好准备了啊，来计时
开始。好，首先来看第一个数字是什么？好，看来是一个个位数。小朋友看一下，是几呢？请回答。四。四。哇。哦，是吗？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哇，可以了，心领神会，非常棒啊！好，来看前面啊，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数字是什么？好。爸爸妈妈都齐上阵，这个是数字几？五十。五十。哇，真的是五十啊！太厉害了。哇，太棒了。好，下一题。第三题，看来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之间的默契还是非常的，啊，非常大的默契度。好，这个是多少呢？小朋友？二十三。是吗？是吗？哇，太厉害了。好，下面这题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是多少？二。二，数字二。哇，又正确了，太棒了。好，下一题是多少呢？来看看。哎，这个要两个人一起表示了。哎，哦，嗯，三十一，小朋友也疑问的口吻，三十一，那是不是呢？是这样吗？回答正确，太厉害了。好，还有一些时间啊，我们的黄队家庭看来要创造奇迹了啊！这是多少？二十几？二，二十，二十七。最终给我一个确定答案。二十七。二十七，我们来看。回答正确，目前还没有失误啊，这个太可怕了啊。好，没事，我们的时间也快到了啊。五。五。哎，哇，太厉害了。五四三三十八二一，时间到，来公布最后的答案。当当当当当，三十八，祝贺！哇，太棒了！哇，我们的黄队家庭实在是太厉害了。我想先问问小朋友，平时和爸爸妈妈在家里玩过这样的游戏吗？没有。那怎么就一下就能感觉出来呢？是不是你对数字特别的敏感啊？也不是，不是，就是这么信手拈来。天哪！我想这个成绩啊，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个记录了。期待着有更多的家庭来挑战这个记录。最后，请出我们的蓝队家庭。好的，我们的蓝队家庭也已经做好准备了，三分钟计时开始。请开题。好。哇，我们的小朋友胸有成竹的样子啊，这是数字几呢？是一个个位数，应该啊，我觉得还挺明显的，可以拿手比划比划。对，画一画。这是数字几？对呀，数字七。我们来看。等等等等。回答正确。好，下一题。好，第二题。啊，小朋友非常自觉，转过了身去。好，请看。妈妈还帮助调整了一下。二十二。二十二，噔噔噔噔，啊，回答正确。好，下一题，不要看啊。十，十，好，我们来看答案。九，啊，好，下一个题目，来，好，看一下。哦，哇，这姿势太难拿了。这个三十，三十是吗？是不是呢？真的是三十啊！看来他们真的是有心灵之间的这种默契啊。五、四、七十八、三、二、一，答案是多少？四十八是吗？好，来，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来看看，三十八啊，有点遗憾，不过没关系。好，这轮猜数字的游戏已经结束了，让我们来看一看亲子大比拼的环节当中三个家庭他们的成绩如何吧。
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宣布今天获得冠军的究竟是哪位宝宝？谁呢？三位小朋友都准备好了吗？现在我要荣幸的宣布，获得今天冠军的，那就是我们的红队和黄队的两位宝宝，并列冠军，恭喜二位！当然了，我们蓝队的宝宝表现的也很出色啊，所以说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都将获得我们的智慧奖牌。现在我和小咕咚就来为他们佩戴奖牌，颁奖啦！来，小朋友，好，祝贺你们！当然了，我们的三位智慧宝宝还将获得本栏目送出的奖品。本栏目的奖品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以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牛奶提供。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也很羡慕他们，想成为我们的智慧宝宝的话，那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通过屏幕上打出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吧。对，说不定下一次参加节目的就是电视机前的你哦。期待着你的参与。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一起来说：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再见。再见。